哎呦妈，您这调的什么呀？你看你爸最近又肚子疼了，这肚子疼的，您自己调药啊？对呀，我现在我跟你说，我那短视频刷的呀，就好多民间的这种小妙方，现在全在网上公开了。那能靠谱吗？靠谱！你看你爸。 让我给喝药，立马已经减肥成功，减下来40斤了。哎呦哎呦！别肚子疼，我又给他调了点药。我也想喝，我能不能给我兄弟武松打个电话，我再喝？什么呀，乱七八糟！爸，您先别喝了，先别喝，您先给我看一下。妈，您听我给你讲啊，你看这个药啊，你看。 他这个日期都不对，你看生产厂家不是，你别看，这是我拿了个药盒，那药都是我去抓的，而且这些药吧，我搭配起来啊，绝对对你爸的老了之后的这些病啊，都特别特别的对症。这谁说的？蒲公英，我跟你说，那就是消炎。媳妇儿，你给我喝这么多野菜，你看我最近脸是不是有点发绿啊？是。 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就得浑身都得绿。你看你爸穿的都是绿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哎呀，那我，你看我爸瘦的，我爸原来肚子这么大，你看，那是妈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。高血脂、高血压、血糖还高，三高。现在你爸到医院一测是全都正常了，都是妈妈给弄的这个小儿子。现在都不高了，现变三低了。你看我啥呀？你瘦的。 不能随便吃，即使挖的野菜也不行。你说给我爸拉的，这没有乱的配方。你少说，这就是让儿媳妇说话。您儿媳妇钱多少时间就办了这个案子，抓了那帮。是这个些三五甲药的，他们就是说这个药啊都是纯天然产品，都是从什么野地里挖的。对呀，各种各样什么有益身体健康的配方。对，但是实际这些药都是他们虚假的宣传，都是对身体有害的。你看，我爸吃完了都拉肚。我就说我瘦了吗？我这虽然是属鼠的呀，但不能当小白鼠啊。妈，这个药真的不行，别让爸吃了。不是买的，他们配好的药。 我是根据他们的配方自己配的药，那还不如人家配好的呢。什么呀？我都没有那些有害成分，真的。妈，他们那个配方实际也不太行。锅底灰呀，我就在咱们家那锅底弄点锅底灰，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蒲公英，我就自己挖的。那野菜您都认识吗？认识，蒲公英、荠菜，我全都认识。妈，你要真的想给爸补，咱俩哪天去中医药大学？ 咱给爸找个专家去问问，怎么给爸调理调理身体，找个专家吧，挺孩子的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咱俩一起去挂个专家号，没必要吧？有必要，要不然我就没家里了。咱爸本来没什么毛病，现在一身毛病。妈，这是那你们保养吗？怀疑我对你爸的爱呗？你要证明你对我的爱，咱俩一起吃行不行？ 咱爸还不爱你吗？咱爸这都喝了多少缸子了？这都第10杯了。妈，要不您尝尝，您尝尝。别喝了，别喝了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，我替你喝。<笑>我跟你说，每次都是我自己先喝完才给你爸的，你们这不是错怪我吗？妈，咱都别喝，听我的，行吗？每次你都替我先尝啊。对。我说你怎么最近脸也发绿呢？ 就听我的吧，妈，咱找个专门的专家给你跟我爸一起调理调理身体。专家号太贵了，我不舍得去。妈，我挣钱不就是为了给你跟爸花的吗？真的呀？孩子挣钱就是为了给咱俩挂专家号的。<笑>保养身体也是一方面，是吧？那行，那呀，那我那微信怎么样？我也没看见转过来钱呢。你倒是转吧，转是吧？好嘞，哎呀。 这个酸梅汤，这是酸梅汤。我俩演了一出戏呀。看，第二段是这样的啊，杨帆呢和月亮还是演男方的父母，我演邻居，是一个爱占小便宜的邻居，经常到杨帆他们家呀去蹭网去，你知道吧？ 都是老邻居吧，又不好意思说，又不好意思拒绝。那看看这位儿媳妇用什么样的智慧来把这个事儿圆满解决。就你天天刷着短视频，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？你还给人家打赏啊？不是，老杨交几个钱，你给人打赏？月亮，我来了。
等等，哎哎，来人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哟，海燕，怎么又来了？这什么叫又来了？这么不欢迎我呢？天天来打卡哈，姐。对呀，你这上班的这个比上班还准时。不是，我天天来，我是为了看看你们，对不对？哎，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们儿子和媳妇儿一会儿回来。太好了啊！那您是不是就先那个，一会儿我想和我儿媳妇说点私房话啊？你说你的，我玩我的。不是，那会不会有不方便呀？影响你啊？不影响我，这玩意儿我上个网影响啥呀？你家网这么好，不是你自己在家不能上网吗？姐，你能不能？你家网比楼上啊李老太太他们家网强多了，嗖嗖的。我儿子都给我办成5G 的了，但是你，对呀，所以我来呀，5G 快呀。不是你不是不知道怎么办网吗？一会儿我儿子回来之后，我让我儿子到您家给您办网去。免费的？那不是，这也得交点钱。你就跟电话捆绑就行，可便宜。不是不用，就跟我们上海南玩似的，你还在那儿买套房，那有的是别人的房子，随便住呗。这网不是也一样吗？到谁家不上？哎，你看孩子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，儿媳妇来了，来来来来，请坐。哎呀，妈妈都想你了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别在这挡着我。胖婶一天到晚几个小时都弄咱们家，天天拿个手机蹭咱家网，这真有意思。在的家里他就不走，你说我们。太有意思了，不是你看这小视频啊，你看你的，你别吓我们一跳。不是，这特别有意思，特别好看。我还想让他走，没事，一会儿改个密码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就能改个密码？真好玩，不蹭那。现在就把那密码给改了，是吗？那我改了密码，真好。那以后来不连不上了，不还得？就别让他来呀。那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？不改密码还能把你胖婶给劝走吗？孩子。我跟你妈都没辙了，就靠你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想想，真有意思。胖婶，哎呀，你那看啥呢？小视频呢？你看看，你看这老头穿的多洋气，戴一小礼帽，真精神。我看看来，你看，哎，真好看，是吧？你看这老头跳舞跳多棒啊！哎，怎么卡了？哪卡了？我看，哎，谁说的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你看这不还动着呢吗？出来呢？这不还动着呢？踢了扛啷跳，多有意思啊！你那儿有网吗？没网。哎呀，这网好像有问题了，我得。我说刚才进家来，我不是，我跟你说，看那网有点卡。你那网啊，要是卡，那不是这网的事儿，是手机的事儿。你看我这好着呢，你看卡吗？你现在再看一眼。这不动了，谁说不动？这不挺好吗？我们改密码了。你告着干啥？你咋这么傻呢？没有改密码，但是卡了。现在这两天这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哈。你说天热，网晒化了。媳妇儿，我就说让你续费，你老不续，是不是让别人给蹭把流量蹭没了？我觉得也是，我们买那流量按说一个月足够用了，怎么现在那么多人蹭咱家网？这谁还谁来蹭网了呀？谁蹭网？那还能有谁呀？到点就来的。不用蹭网，你们就是太抠搜。这家里5G 的网你们这也用不完，对吧？浪费也是浪费。我们俩是用不完，您来了不就用得嗖嗖的吗？这玩意儿能用完吗？你真有意思，没文化真可怕。包月的，包月我够用，不用包月。哎，咱们那个不是我们这个线在这儿吗？咱们给你拉一个行不行？跟你儿子说一下，咱们拉个线，那样不更快吗？你还省得来这儿跑，天天蹭网。拉到我们家去？是啊，那不犯法吗？我听说那玩意儿不行，你们家花钱拉到我那儿的，那不得查出来吗？跟您手机绑定的，那都是每个用户都是固定的，啊，可以吗？那样还方便呢。是吗？怎么个弄法？我听听。我一会儿那个给那边就是这个网络的，我咨询一下，我到时候我跟您儿子沟通行不行？给您拉个线过去，那不方便了吗？是不是？你瞧你爸那贼没出眼那个样，就没憋着好事儿。你说你每天你下一趟楼上趟楼多累呀？累啥呀？在咱家一待5-6个小时。还蹭饭，这回网就直接到你家了，你就不用下来了。你说了算呢？媳妇儿说了算。行，胖婶，那我跟您咨询一下好不好？我咨询一下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哎，好嘞，好。你看你儿媳妇儿多懂事儿，我跟你说你们，哎呦，你娶这媳妇儿真好，比你爸你妈强多了。哎，胖婶啊，我刚刚给那个网络那边打电话了啊，就是咱们那个拿手机绑定啊，有那个就是个人用户绑定咱们那个网，就是会优惠很多啊。哦，就是、你就都不用专门交这个网费，直接话费搜搜老快了，是吗？这样也行，没忽悠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听说了，好像就是那个手机不换号再网多少年，对，现在那个都免费给赠送一个宽带，是吗？对，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我还给你联系那个师傅啊，行，我就等着回家他给我装。如果说装的还是不行，我还得到你们家来。嗨，行，行，好，没问题，您放心，没问题，您放心，随时欢迎。那行了，那我这网就不上了，来，好嘞啊，干嘛呀？啊，我是送送你啊，送什么？我还没吃饭呢。看。
这一段落是这样的，我跟姜老师呢演男方的父母，这个小两口了买了一辆新车，但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呢想呢替朋友家呀拉点那个家具，结果呢觉得新买的车再磕了碰了都不舍得，看看你们用什么样的智慧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儿子你你说你那新车怎么样开的？对呀、啊刚买不久，开着挺顺手的。那个儿子，那个妈跟你们商量一下，就你那个月亮姨和你的杨帆大爷、哎、他们家啊就刚装修完一套房子。又买房子了？对，完了他们要拉家具、我想你是你那车后边这么大一斗，帮着你这杨帆大爷拉到他们家去把这些家具，你们俩怎么样？就商量商量。那我月亮阿姨家孩子他的专业干货车的，怎么帮着拉呢？那是几年前早就不干了，现在是卖家具呢，所以他们家想把家具拉家去。我刚才心里算了一个账，您说这过日子就不得细算吗、咱给人出一趟车呢，可能这个油钱呀加上什么过路费呀非常高。哎，您看我这个 APP 上正好有个优惠券，我帮阿姨叫一个车，这个优惠完了之后才30多块钱，特别合适。我跟你妈商量过这个事儿。对，就是说呀，什么这个打车那个打车，你叫个货车搬家公司方便的，但是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你们俩开着你们的新车闪着光，我跟你妈在后面压着这家具，多有面子啊！到了楼下一喊，老杨头，我给你拉过来了。哎，家具到喽！整个这小区都得知道我们的关系、啊，没错，都知道我给儿子买的这车。咱的车不能又拉货又拉人。这样嘛，为了咱更有面子，咱们车呢拉月亮姨他们一家人，然后呢我再订一个货车拉他们家家具。人家拉家具，你拉人干嘛？人在家等，这样不更有面子吗？人啊，你瞅人家家，把人家搁车上拉到家具城去，再从家具城拉着你杨大爷一块儿又把家具拉回来。那这样吧，咱们陪他一起去，但是咱们看一下这个能不能装得下，但是咱们肯定也得按照这个交通规定来，是吧妈？你说然后完事儿了呢，为了咱们也有面子，也为了感谢杨大爷平时对咱们帮助，请他一起吃个饭怎么样？是吗？庆祝他们家买新家具。哎，我听了这个意思还行。那这家具要如果拉不回来也不行啊。你看用什么方法能给他拉回来？媳妇儿刚才说这个我觉得就借鉴了婚礼。他头车呀就咱们四个，对，俩孩子开车，咱俩在车上坐着，后面咱租一个看起来更专业的车，就拉家具的。这钱是你花呀。哎，您看我这儿有优惠券啊，可以特别低价的、咱们一起，然后还有倍儿有面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好嘞，行吧、谢谢你们俩帮忙啊。好嘞，好。